产飞机造型餐盒，从控肉便当到卤鸡腿全都有，香味四溢。桃园机场餐厅推出限量特色便当，以飞机造型当餐盒，吃完还能带回家。讲究新鲜，每个餐点都是厨师在后台精心现煮现切，让民众吃得津津有味。看到餐厅有卖这个很可爱的飞机造型的便当，然后我就想说过来看一下，一定要来买一个。而且这边食物好吃，而且选择性很多，那不管价格啊，或者是 CP 值，我觉得很高。台湾美食出了名，桃机第一航下就有9个餐饮服务点，从中式餐点到西式料理全都有，每年在依顾客喜好不定期更新菜单。机场十大美食呢，有代表台湾味的香菇鸡、排骨酥面，那么我们也独家推出飞机便当，希望给旅客更多元的选择。随着季节更换食材，身为国家大门，台湾用美食向旅客打招呼。三立新闻张玉杰、李瑞成、梅凯婷桃园报道。